者 Coco 韩就在刚刚，曾经的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我们所有曾经儿童时期共同的记忆。金龟子刘纯也与丈夫王明共同庆祝自己结婚30周年，当天到场为金龟子刘纯也与丈夫王明庆贺的人真是不要太多啊，而且到场的嘉宾基本上都是央视现任或者前任的主播名嘴们，这里面就包括了新闻联播的康辉、张强、欧阳夏丹、郭志坚、李子梦等，还有很多少儿节目的主持人董浩叔叔、鞠萍姐姐、周周姐姐、月亮姐姐等。另外还有曾经为唐老鸭、孙悟空配音的演员李阳。要知道平时想要请这么多的名嘴们在一起是何等的难事啊，这时候就看出来金龟子刘纯也与王明的好人缘了。现年已经52的刘纯也与54岁的王明育有一个女儿，取名为王奕晨，小明娃娃如今也快20岁了。只是当天一直跟金龟子刘纯也十分要好的大拇哥何炅却没有到场参加，不知道他是不是忘记了呢？